一起来参加当炮声响起八二三的爱恨情仇哦。那我们邀请到我们台中市的一些就是在我协会的一些理事长，还有在一个荣誉呢，一起来共享社区。那我们的社区活动就要开始喽，那我们来看看呢，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经历哈，然后能够介绍他们精彩的故事。能够参加这样的盛会，而且非常谢谢呢王教授呢，用他的妙笔生花，把这整篇故事呢用一个非常像史诗类的小说呢做一个呈现，不但展现出我们荣民前辈对国家的牺牲奉献，也再次让这一段尘封已久的这个往事呢被重新开启。那历经了60年，我们很荣幸呢我们能够分享参加这场盛会。那当然啦，我们台中荣福处呢，未来呢也会在邀请王老师的协助之下，我们推展更多我们相关有关于战史的技术跟这些口述历史的记录。再次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以上的秘书定了哈，那跟那个美食啊，因为啊，看来这机会哈，那大家的注意了呢哈。啊，你讲如果多巧一点啦，啊。就下班的时候，就准备准备吃饭，啊，就泡茶啊，我后来听老兵讲，泡茶泡茶啦，反正早晚的啦，好啊，我嘛也不吃饭，啊就早晚，啊，去泡茶，就去泡茶，都像那老破地都叫，那是作业一样的，啊，所以我嘛一定会这样的哈，但是大家好。